天晴天每天发生，红灯绿灯所有信号在等，蚂蚁般的人群渺小到被忽略身份，斑马线交错像银河星辰，世界变慢时好像沉，对围堵住的城，谁是龟兔赛跑的人？我等你将是最长情的过程，假面成宇宙伟大的精神，等时间按下快门，在青春不遗余力沸腾。说实话，我也曾经挣扎过，迷惘过，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完全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把我的命运带向什么样的地方，我完全没有安全感，我害怕犯错。可是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上次有人在路上找我们借钱？嗯，他后来回来找你了，但是你不在，他就托我把这个钱还给你。事实证明，我帮助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没错，邱佳妮，是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善意的存在，所以，我决定勇敢一次。邱佳宁，我喜欢你。周小山，其实我不会是一个好的恋爱对象的，因为我心思都在工作上面，除此之外，我的生活几乎一片空白，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好的女朋友。你叫邱佳宁，不叫女朋友。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做你自己。我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你对我的喜欢是一种错觉呢？你有爱过吗？我爱过，我非常清楚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更加清楚我对你的感情就是爱。可是我不喜欢你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时间。我很谢谢你对我的坦白，但是就我个人计划而言，我现在没有想过跟任何人展开恋情，所以你也不需要给我什么时间。反正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个人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工作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姐有个下属叫周小三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这个家伙也在追她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让我姐跟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结果我姐说她加班没空，我才不信呢，就去问了她的同事周小山，周小山说她休假。按理来说，如果她在追我姐的话，肯定会阻止她跟你见面啊。那你怎么解释那天他一个电话又把你姐给叫回去了？实验室出现问题了吗？哼。
肯定有事儿，你快说，你快说，快说，说说说说说，快说！别闹了，烦着呢。烦着？还有心事能让你烦着？哎，你分享分享，我来替你解决。姐，你快说嘛！你要是个男的，你会喜欢我吗？想什么呢你？啊，我想起来，昨天我姐突然问我，如果我是个男的，会不会喜欢他？我还以为我姐终于情商在线，知道你对她的心意了。结果，周小山这个家伙抢先了。哎，这个卑鄙小子，表面上在跟我打配合，实际上暗地里在对我姐下手呢。你姐现在在哪儿？双休日，在宿舍写报告呢。怎么了？因鬼神速。爱情啊，爱情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懂。大哥，哎，等你们好久了。干嘛？你管管你妹妹行不行？实不相瞒，我每天回到家十一二点钟，我总归要洗洗弄弄的。我已经尽量轻手轻脚了，我拖鞋我都换成软底的了。你总不能让我一回到家我就直接趴床上一动不动吧？你这个妹妹啊，弄了一个那个震楼器啊！哦呦，她每天震我，震得我是浑身难受，我都快成神经病了。不给你点教训，不长记性。我长记性了。大哥，我帮你说说他。感谢大哥，感谢啊！我真神经病，感谢啊！这楼梯是怎么回事？这个，这是我发现的一种小马达，能发出低频噪音，不光会对别人的生理产生不适，还能让人心理造成损伤。不错呀，知道用脑子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蛮横的世界要用拳头，文明世界用脑子。拆了。啊？我说拆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也不容易，大家都是为了生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那我休息不好怎么办呀？我下次给你带副耳塞过来。哥，你怎么变了？你以前从来不会妇人之仁的。茉莉，有些人只会欺负你，但是他们不会要了你的命。如果我们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，的确可以快意恩仇，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升起来的太阳，也永远不知道开门的究竟是朋友还是拿着手铐的警察。这么活着太委屈了，不如杀了我算了。你不怕死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你爱的人。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出现了，你就会愿意为了他去忍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委屈。哥，那你的生命里这个人出现了吗？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呀？别胡思乱想。佳宁在宿舍吗？在。下楼。找我什么事啊？佳宁，给你看个东西吧。喜欢吗？这是佳宁。
我喜欢你。之前写文章只是我接近你的借口，我一直都特别希望你可以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成为你的男朋友。请别。陈颖，答应我吧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佳宁？不舒服吗？三十二。什么？三十秒内，我的心跳是三十二下，一分钟就是六十四下，这属于正常心跳，所以这说明……说明什么？就算我给你机会，我们俩也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。没有，佳宁，这是感情上的事儿，毕竟不是科学，我们没有必要这么量化它。可是现有的科学已经可以证明了，荷尔蒙决定一见钟情，肾上腺素决定出不出手，端倪决定谁去谁留。所以对不起啊，金斌。还有就是，你利用写论文做借口接近我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学术不应该成为达成任何目的工具。是的，佳宁，关于这个事情，我抱歉，我非常的对不起，但我始终还是觉得你就这么拒绝我太不严谨了。毕竟你现在对我没有感觉，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事情来说明呢？就像有的人耐药性很高，那我们就要加大剂量。佳宁，总之我喜欢你，我不会放弃。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佳宁，那这束花你必须得收下，好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次就可以让你答应我。佳宁，下一次我一定会用一个让你喜欢的方法来追求你，我一定会打动你。佳宁，就这样吧，不用送我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秦斌。谢小姐，我还没开始营业呢。我找你。找我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不过我真没想到，你姐连拒绝人的时候都这么特别。我怎么有一个这样的姐姐啊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！你竟然敢当着你未来姐夫的面这么说你姐，你不要命了吗？裘佳欣，拜托，是他拒绝了你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？我觉得我好像更喜欢他了。因为你跟我姐一样白痴。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呀？改变策略，你替我做件事。你可真烦，说吧。我要你替我搞清楚周小山跟你姐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嗯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到了啊，先挂了。嗯，拜拜。哇塞，谁送的花啊？嗯，好香啊。哎，还有蓝色的，好香啊。明知故问。哎呀，你也在喝蜜不果之茶呀？少来，别装傻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再做秦斌的助攻了。哇塞，姐，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是师傅安插在你身边的间隙啊？我又不傻。别做无聊的事情行吗？你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叫无聊，你这样会嫁不出去的，邱佳宁。你才嫁不出去呢！我警告你啊，你如果再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姐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说我师父人多好啊，长得帅，身世又好，你就不考虑考虑？
我说过了，我对他没有感觉。怎么个没感觉法？就是脸不红心不跳，一切爱情来了应该有的生理反应我都没有。那你对谁有所谓的感觉？谁都没有。赵小山呢？有没有？哎，我看起来感觉还很强烈呢，姐。别胡说八道行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对周小山到底有什么感觉？快说！哎呀，姐，你就说嘛，聊聊天儿。本季爷。本季爷，你能不能别用这些专业术语来说了？说人话行不行啊？是格斗学院的，您之前在我们这儿留了电话，现在被抽中了5折的课程，您什么时候上课啊？5折？这么优惠啊？但是格斗学院听起来好暴力的样子啊。我们是通过运动帮上班的人缓解压力，舒缓心情，起到强壮体格的作用。啊，这样听着还不错啊。你把联系方式还有地址用短信方式发给我吧。好。站住！有情况啊，你偷用我的阿道夫洗发水儿，这怎么都闻到？我刚刚闻一下挺好闻的，就用了一下。我新买的，当然啦，阿道夫爱的味道，撩汗神器哦。刚谁打电话？一个格斗学院推销电话，说你预留了号码，被抽中随便打5折。格斗学院。我也纳闷呢，像你啊，从小肢体不协调，别说格斗了，连走路都站不稳。谁肢体不协调了？啊，想当年大学的时候，我还是卡丁车社团的呢。姐，你厉害。什么呀？你给我报名了？我没给你报名，给我自己报名的。你去？嗯，学费打5折，我省3000呢，这便宜我不占我难受。你什么时候对格斗术感兴趣了？我一个妙龄少女，还要是天天上夜班，当然得学点防身术了。哎，等你学会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教你自制防狼喷雾，辣椒水里面加一点芥末酱，调和一下，保证中招的人1个小时内睁不开眼。最毒不过妇人心呐，我可不敢用你的配方，万一我给人喷瞎了怎么办？这招你都能想？不会，常识常识。咦，万一人家讹我钱呢？赵山，你不厚道啊？怎么了？我把你当同盟战友，你在背后捅刀子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。你明知道我师父在追我姐，你要也喜欢我姐的话，就光明正大去迎战，而不是在背后搞破坏。不需要我在背后搞破坏。你姐已经明确拒绝了秦斌，你别得意啊！我问过我姐了，她也不喜欢你。邱佳宁亲口跟我说的，她对你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是什么？是本什么安，反正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别得意。本季安。多久没运动？男女体力本来就差别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
本季已安。什么？你有没有觉得这附近有本季已安的味道？你是不是最近做实验做的走火入魔了？苯基乙胺，一种兴奋剂。当一见钟情或者是爱慕发生的时候，会让人呼吸急促，感觉到兴奋，瞳孔放大。这个你该知道吧？说这干什么？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莫名其妙。本什么？本什么安？本安？本哎呀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四个字儿的。哎，你是鱼吗你？记忆就四秒、七秒。我双鱼座，压起来两条鱼十四秒。你别在这儿给双鱼座丢人了，行不行？我看你双猪座的。师傅，你最好对我好点，否则……否则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也别太担心，我问过我姐了，我姐那感觉找谁没戏。谁知道？不会吧，师傅，你还在写这破论文呢？什么破论文？当初不就是为了追我姐才写这篇论文的吗？既然已经被我姐给揭穿了，你就不用再写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不追你姐，我就不能写文章了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有追求的人？嗯，不是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有写论文的时间，还不如多看几个病人呢。我是这么说的吗？陈佳欣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篇非常有科研价值的论文。是，刚开始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接近你姐，但是。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，我有很多的困惑，因为他而解开了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不把这篇文章写完呢？也算是我对你姐的一个纪念吧。呸呸呸！你说的我姐好像去世了呀？你神经病吧你？哎，总之呢，喜欢一个人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喜欢一个人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勇敢，喜欢一个人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。你这种人，你这种单身猪，你不可能懂的。师傅，我真的要吐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慢慢写。你赶紧给我想一想，本什么呀？本什么？本笨猪笨！药剂在小鼠体内降解太快，无法发挥作用。如果注射剂量高，毒性又太强。可是王老，这份报告已经突破了我们之前的研究。就目前阶段来看，邱老师坚持的方向是可行的。谢谢孙老师的认可。不用，就事论事。王老，根据报告上的数据显示，药物的确发挥作用，但是副作用太大。这一点，过去孙老师的实验中也证明了。所以我想研制缓释辅助因子。好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有个建议，接下来的实验改为双盲。多年以前，也就是原计划在理论初级阶段的时候，有一家跨国的医药公司来找过我，他们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项目的开发当中来，条件十分优越，但最终我还是拒绝了他们。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 Original Life。您是怕？原计划应当开发成功，这将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，我们的竞争对手绝不会白白的放弃。所以您建议动物实验阶段进行双盲实验，是怕核心机密泄露？对。那为什么不直接申请专利呢？哦，申请专利早就在计划当中，但是越早申请呢，它保护的范围和力度就会越小，所以我们想等到动物实验有了一个明确方向以后，再着手准备这件事情。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喝点三明治吧。要水吗？不用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
桃儿，佳宁，你可是稀客。你吃也能吃饱吗？前段时间天天自己一个人吃饭，现在实验需要大家的帮助，就开始拉拢人心啦。可是我觉得裘老师挺真诚的呀。这才厉害，真真假假，让人分不清。周小山来了。哎，小山，来我们这儿吃饭。我要和研发部的同事讨论一个问题。冉姐，这让我问一声。讨论问题啊？啊，哎呀。我准备好了，我。谢谢二姐。客气了。乔阿姨，你过来一点，别挤着张宇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不胖。你要讨论什么？是这样啊，有一种观点，荷尔蒙决定了一见钟情，肾上腺素决定出不出手，端粒决定了谁去谁留。大家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？这算什么问题？看不懂。化学问题啊，生活当中的化学问题往往会比实验室里的更有价值，大家说对吧？嗯，好问题。这个爱情啊，从本质上说就是生理活动，生理活动啊，没错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当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，身体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生理反应，比如说脸红心跳，比如说言不由衷，再比如说躲躲闪闪啊。我觉得吧，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时限的，因为咱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一直承受这种像骨科碱的成分刺激，一个人他总不能一直保持心跳过速的巅峰状态吧，对吧？所以大脑只要取消这种念头，让这种化学成分呢随着我们自己的控制自然的新陈代谢，这种过程通常会持续一年半到三年，等到身体没反应了，爱情自然也就消失了呗。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身体没有了反应，爱情真的就不存在了吗？哎，我觉得存在呀，很多夫妻白头偕老的呀，虽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脸红心跳了，但是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，所以我觉得天长地久海枯石烂肯定存在。嗯，曲安宁，大家都讨论得这么热烈，你怎么看？我赞同默默的观点，爱情不过就是多巴胺分泌，所以它是有周期的，爱情不是永恒的，来得快去得快。嗯，裘老师的意思是爱情就是快消品。对啊，而且不是必须的，它就像是一种点缀，可有可无。虽然说爱情可以给人带来愉悦，但是也会徒增烦恼。从这个层面上来看，我觉得爱情反而是人生废品。没想到裘老师对爱情的看法这么消极啊。但是吧，我觉得怕花谢不是不种花的理由。爱情之所以珍贵呢，正是因为它不能永恒，但是它只要能分泌多巴胺，让我们感受到快乐，感受到幸福，不管多久，我觉得都应该心存感恩。嗯，对吧？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，有很多方法可以分泌多巴胺，大到工作上我们得到了实验成果，也会让我们得到愉悦。小到我吃一块好吃的三明治，甚至是我吃一块巧克力，看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，都会让我开心，都会让我愉悦。所以不需要一定要寻找爱情。嗯，怪不得裘老师这么喜欢德芙巧克力，我也喜欢。可是爱情它和什么看电影、听音乐这些，我觉得你可以吃一块巧克力增加一份愉悦感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没怎么吃啊？吃巧克力吧，你吃巧克力吧你。这就是茉莉教练。天哪，你就是教练啊！你好帅啊！你是裘佳宁？啊，裘佳宁是我姐姐。他没空来上课，我来替他上课。替他上课？嗯，我一直想学点防身术来着。嗯，反正你一样是教，教他教我不都一样吗？我又不是不交钱。那昨天接电话的也是你？嗯，
抱歉啊，没在电话里说清楚。那怎么称呼你呢？啊，裘嘉欣，那个欣。你跟裘嘉宁就差一个字啊？嗯，我们俩是亲姐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运动细胞为零，我第一次见像你这么女神的教练，简直更新了我对格斗的认知。以后，我对格斗充满了极大的兴趣。裘嘉宁。裘嘉宁，一起回宿舍吧。谁说我回宿舍的？那你去哪儿？私事不用向你汇报吧？去见秦兵。都说了是私事了。雪山。哎，王龙，你的法语怎么样？我法语还不错。太好了，你就加个夜班，把这份资料翻译成法语。好，我看看。行啊，没问题。您什么时候要？明天。明天？明天可能有点赶。哎，王龙。哎。我知道裘老师的法语还不错，不如让裘老师一起来帮个忙。啊，我待会儿去通知他。行，哎，那明天给你。好，拜托了啊。哎，好，您先忙。好，好。喂，王老。晚上几点过来方便？下班后都可以。进来吧。嘉欣不在。哦，他健身去了。怎么分配任务呀？一人一半。行。坏毛病啊，咬笔杆。谁还没有点自己的癖好呢？确实我也有，容易饿。厨房在那儿呢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己去做饭？不然呢？你看我像是会做饭的人吗？我毕竟是客人。一点待客之道都没有。哎，你等一下。
又焦虑了？没有啊。奇怪了，最近工作挺顺利的，王老让我们翻译的这篇资料对你来说也是小菜一碟，无论如何你也没有理由焦虑啊。难道是因为周老师，你做不做饭啊？做。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刺激了。如果墨西哥辣椒不够刺激的话，你可以试一下英国雀椒。如果雀椒也不能刺激我了呢？印度魔鬼辣椒，自然状态下最辣的一种辣椒。不过劝你不要再轻易的尝试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对我已经起不了作用了。爱上一个人的刺激是任何食物都无法代替的。周小山，我上次应该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对吧？对呀，你说我们不是同一种人，但这个世界上哪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？可还是有这么多爱情故事。我倒是觉得，不同的两个人在一起才更有意思。非要这样吗？不同意我们就来辩论啊，反正真理越辩越明。我爸，你见过的，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。我妈是当时上级意识的舞蹈家。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可以说是男才女貌，而这段婚姻当初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可是他们两个在一起没多久，就发现他们的人生观到世界观都完全不一样，这让他们非常痛苦。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你说的这是婚姻，不是爱情。看来你想的挺远的呀，都已经想到要和周小山，你够了。裘佳宁，种种迹象表明你已经爱上我了，所以你才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未来婚姻。你越是爱就越想逃避，越是爱才越想压抑自己的爱。我说的对吗？可以不要再逼我了，行吗？我逼你什么？姐，你们干嘛呢？我回去继续翻译。我送他一下。哦。我会给你时间，但是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熬夜有点心悸。哇塞，强吻！嘘。
小点好不好啊？不行了不行了，我这个少女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29岁的少女，你可真够高龄的。邱佳年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男欢女爱，人之常情，上啊！你别再磨磨唧唧的了，不合适了不起到时候再分呗。最重要的是当下你对他是有感觉的。我没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。那感情也是需要试错的嘛，就像你们做科学研究一样啊，一次不行两次，两次不行三次，在不断的试错中，你才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需要的是什么。那能一样吗？科研工作在上万次实验中都未必能找对一次正确的方向，你拿我的工作跟感情比啊，不是咒我吗？好好好，我换一种你能听懂的方式。你对周小山动心了，按照你的说法，你的什么生理反应都是你的什么基因决定的。既然你的基因决定你对周小山有感觉，那你为什么还在抗拒呢？和基因做对抗，徒劳嘛，你别挣扎了。再想想。小年，心可真够大的。如此温柔。